大家好，这里是破灭排球。2011年女排世界杯，中国女排大战德国，比赛第一局发生了搞笑的一幕。两队多轮来回后，张磊竟然来了个罕见的防守得分，德国姑娘都懵了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拦到后排，惠若琪救一下，开网调整。张磊防得不错，德国队没有人去救，这没有救好这球，直接落地，23-15。